大家好，我今天介绍是吴语的精华。最近下雨很多，下雨的时候常常可能看到蜗牛。日本的蜗牛非常小的，一点点可爱的。可是我留学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的外国的。非常大的，我很惊讶，跟日本的颜色、大小也多不一样的，我不那么没有勇气。今天这样的，我们家的这样的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加吧。好，大家请看一下。首先，夹大的三角形，再对夹小的三角形，打开。再剪两个夹行，所有的角落夹向中央点，三的角落往下叠。加一半，加一半。这个台子打开，这个打开，背面也同样打开。放开，背面也同样放开。小的四方形，四方形，这个两边加上中央线。这样背面也同样夹，两边夹上中央线，这个放开。这样的，这个部分要上，下，这个部分要上，要上夹，这样的，最后。这个地方很短，剪开这样的，夹起来，这个是完成啦。怎么样？很简单的吗？夹好了吗？长得可爱的蜗牛吗？今天完成啦，是对我很大的，一点点可怕，跟以前看过我的外国的一样的。你们喜欢蜗牛吗？我不太喜欢它。
好哦，时间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安安，再见。